杨千霈耍特权连三爆，连清洁员也看不下去。杨千霈左说自己在月子中心并没有耍特权。图翻摄杨千霈脸书2018万0408。艺人杨千霈上个月产下爱女娃宝，目前仍在月子中心，但期间并不平静。先有一位住过同一家月子中心的林小姐爆料杨耍特权，违反月子中心管控感染规定也没关系。之后又有人加码爆料，去月子中心探视妹妹时也亲眼目睹杨及其家人耍特权。金八晚甚至连清洁员都看不下去，提出辞呈后也跟住揭发杨有特权一事。根据苹果日报报道，该月子中心管控感染规定，宝宝仅限于与爸爸和妈妈或陪宿者直接接触，因此连女坐月子时她的公婆爸妈都不能抱宝宝。但杨千霈一入住就什么都可以，她的爸妈来探视时不仅帮忙抱孙女还喂宝宝，明显违反月子中心管控感染规定，而且连女抗议也无效。另有读者加码爆料指出，我当天去探视我妹妹时，看到杨千霈的朋友竟能进去房间，我们却只能在外探视。如今连该月子中心清洁员都来揭发月子中心执行长为了巴结杨，给他许多特权是事实。对此杨千霈全盘否认，解释月子中心对他和对其他妈妈都一样，自己父母并没有耍特权，而是轮流跟先生换班陪宿，因此才都能抱到宝宝，且不是在同一天。至于亲朋好友来探视，也都是在婴儿室外面看宝宝，并没有进入房间，因此也没有传染问题。至于清洁员指控月子中心执行长为了巴结他给他许多特权，杨千霈则表示不清楚，也不懂对方给了他什么特权。